嗨，请问今天是什么活动？请主办的帮我们介绍一下。今天是我们就在美食第88场的酒团，我们现在在88啦，88场酒团。对，我们现在在妈妈鱼的百味府亲自服务。啊，那个穿红衣服有什么好处？穿红衣服就是打卡前送。哦。它原本是打卡好礼二选一嘛，对。然后现在是你要是打卡穿团服，它就送你鸡蛋和可乐，通通都送你。啊，那个我们办了88团，身为主办团队有什么感想啊？没有感想，就等89团嘛。就等89团。对对对对。啊，那个那请那个太太可以说一下参加美食团的感想吗？赞哦，还好不是胖。胖，好好，谢谢。好，麻烦我们的那个固定班底，固定班底两位，固定班底，来，这个是插画家，来给我们说一下参加那么多团有什么感想？就是吃到饱，吃到饱，哇，很经典呐、啊。来跟大家说说你是谁？大家好，我叫杨军，是固定的班底，真的，对。那你对我们88团有什么心得感想或祝福吗？心得感想，我真的是也是非常期待89团的到来，我一定会参加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我也大家期待100团呢。那你对100团有什么期待呢？期待100团是有抽什么好礼吗？啊，对，我们现在在招募厂商赞助这样子。100团可以期待市长来吗？哦，我们很想啊。好，这是一个远大目标。好好好。好，谢谢你们。谢谢。哎，那个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 ，Hello， 来，我们现在访问一下小鱼哥。哎，你好。88团有什么感想？哦，感觉菜色很丰富，很丰富、哦，然后所以让食材也很新鲜。哦，食材很新鲜，怎么说？对啊，你看这个，它那个慢波鱼啊，看起来就很，这是慢波鱼，这是慢波鱼啊，这是不是、啊？这是慢波鱼皮吧？哦，对，然后鱼肉吧？对啊。你的皮肤已经很好，补充什么胶原蛋白？啊，被发现了没有啊？还是要补充一下啊。哦。你鸡蛋还是要补充一下。对啊。那我们88团呢？你有没有给我们一个新的感想或者是祝福？哦，希望这个团可以一直持续的办下去，然后让我们这群新竹的朋友可以多多的联系，这样子。哇，好窝心哦。哦，没有，这是应该的。好，我虎克。哎。来，我们88团。来这一团一定会发发发发发发啊！怎么那么会讲话？一定要！好，那我们那个来，荔枝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荔枝。是，哎，隔壁这位是。我是糖果。糖果，糖果，好好。哎，有常参加我们活动吗？近期比较有参加。近期比较有参加。对啊，最近这几团有参加。哦，好哦。那你们觉得这个参加美食团有什么感想？就是可以吃到比自己来吃更划算，然后料更多。哦，真的哦。认识比较多了。哦，认识比较多了。哦，你讲到本日的重点了。对，参加我们美食团就是可以认识很多了。好，谢谢你哦。谢谢。哎，老公，来，那个。今天是我们第88团啊，你们有什么感想跟大家分享？这是我来的第三次跟第四次来到妈妈鱼，妈妈鱼的东西真的，你来看这么丰盛，真的是非常的好吃。妈妈有塞红包给你啊？对。没有，他们食材很新鲜啊。哦，是。而且啊，参加你看到我穿这个就是爱美之校的，就是因为这个社团。让我认识了非常多的喜欢美食的好朋友哦，是是是，只要你看爱美食社团，吃东西绝对不怕踩地雷哦，真的，怎么那么会讲话、啊？果然是暗装啊！